准备，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跳！曹贼拿了个双杀，总的来说也不算太亏。Enemy Pentakill， 双杀都不亏，那我这五杀就更不亏喽。三个人头而已，追上来不就完了吗？有本事你倒是追呀、啊，很难吗？说好了跳，你们怎么都跑了？不是你说的跳吧？对啊，你又没说我哪跳。我为什么知道我哪里跳？那他们还能往哪跳？往你家里跳？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家都没了。赶紧想想怎么守家吧。谢谢路线。回到地点开始吧。撤了，我让他们拆掉守家。拉扯。顶回去。不能让凯蒂碰到水晶。总算挺过去了，不能大意，半路高低已破，凯蒂们很快会再次来袭。大哥，怎么打？先拉扯清兵，让他们抱团打我们。记住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大哥，他们遭遇突袭了，好机会，转身特大。